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，这个是袋子，也叫那个滤背，里边的内部结构是什么哈？看一下，把它给剥开。哎，来好剥哈。这个就吃，主要吃就是吃这个哈，这个是摇背柱，然后这边的这个是那个寨子哈，这个小寨子是可以吃的哈，就是有点发硬，吃起来。这个是它的内脏，然后这个边上哈可以吃，这个哈清洗干净之后是可以吃的，用那种对着韭菜然后爆炒吃，特别过瘾啊。这个这一块是留住的哈，这一块哈哦，还有这个寨子可以留住的，去除掉，其他的部位全部去掉扔掉。然后这个可以做蒜蓉的哈，直接说带着蒜蓉粉丝的。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大扇贝，